还没看那么快，你自己翻那么快，我是要中间。嗯。这卡谁的卡？这卡东。这谁的卡？这包包不是，这包包不是。哇！哎，等来等，放这边，卡放这边，不是你的卡。这包包不是哇！这卡谁的？我们朋友诶，这卡谁的？你朋友的？因为一起来，等一下，慢一点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讲那么快，我听不懂。来，拿着。这存折谁的？哎，存折嘛是阮朋友伊的。你朋拢朋友的哦。对，拢朋，因为伊讲伊存折拢朋友的哦。嘿，拢不是我的，嘿，我的是这样俩。这嘞？是这我的。家俊。哎。这个全部查一下，里面有没有警示？叫里面查。啊？叫你朋友叫咩？因为我是第。群主。对啊。那存折几只啊？照相，然后请值班查警示，然后这三张也是。嗯。啊，如果警示账户嘞，怎么办，先生？哎，我们你要帮你朋友。哎，我们在黑区，黑区那个啊，黑区。你要帮你朋友扛那么多条就对了。我哎，我唔知，我真正唔知啊。拢唔知，你个甲人收。不是，黑区我甲人收，黑区伊放咧，阮车顶啊。这里诶。这我诶。这个嘛是。这我诶。这我诶。然后你放好。那这也拿起来，没有其他东西哦。你还有其他违禁品吗？不。啊，这个是啥？电脑。电脑。用来冲啥？用来我。